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着墙壁背我的 A B C。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让却得到一台啾啾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哦，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，飞得比别人高。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，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。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。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大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开始学切，同时在说我写东写西，但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会成我嘴巴输出？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，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木屑倒是我要告诉他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一刀众人发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。找不到童年写的情书，你千万不要送人，因为过两天你会在操场上见到。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。牵着你。